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发芽的每日任务。那么今天来继续来这个完成我们的任务，同时也开启我们的免费宝箱。那么我们今天还可以开一个这个竞技场宝箱，非常期待能不能有什么比较好的卡牌。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啊，小屋子，红帽手，然后还有亡灵，火箭。那这个皇冠宝箱有什么东西嘞？哥布林、雷炸弹兵、火枪手、电塔。啊，今天就开始，这个完全是等待了2天的时间啊！哦，这个3000多金币，哦，29的小电，电塔，竟然跟电很有缘吗？我巨人。啊，骑士，95个骑士啊，25个火枪手，哦，200多个加农炮，啊，熔炉，这一下可以升好的级了啊，石头人，8个石头人哎，这个节奏会开下一张卡牌是什么？啊，骷髅集团。为什么都没有那种新的我没有的呀？我感觉我脸好黑哦。就在我常用的卡组里面，就这个火枪手好像有点用处。就让我回想起了当初，就这个开那个宝箱的时候，开了个啥出来？啥都没开出来，花那个开那个烧鸡神器宝箱。啊，感觉心碎碎的。那今天这个使用的两只胖球流啊，这个为我们的火枪手升下级应该是会比较厉害一点，嗯，就感觉像很厉害的样子。来，开始我们的第一场对战。有朋友说好不容易能进来就听到我的尖叫，吓到你了吗？这第一场遇到是一个八级玩家，有看到这张手牌啊，这个可以出门一个胖球，连胖球在手，天下我有，而且对方是用的是小黄毛，完全对我的这个气球没有一点阻碍。哦，我错了，啊，我错了，这个小电再电一下，让这个气球可以正顺利的压进过去，这样也很及时的放下了这个。嗯，一大批的苍蝇啊！啊，这个电没电好，心情有点小激动啊。来，用这个小塔去那什么一下，稍微这个减轻一下压力，不然这群小骷髅随随便便就能够把我打掉啊！也是在击打人上渗水，这边还是要切一下他的后排。小电也是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，啊，对方也是非常及时的放下了这个小黄毛，不然的话让这个小皮卡这个打到他的塔上也是非常疼的。所以小皮卡的话尽量还是要避让一下，这边他也顺利拿下我一座防御塔，我要给你发一个5毛红包要不要？啊，这边直接一个换球，要垫一下，这样补一下刀，啊，顺利打掉。但是这边也是对他的防御塔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啊。然后女武神刚好把那群这个小骷髅给吸引过来，
再打一下，好吧，被解掉了。现在时间也不多了，第一场看来没什么机会了，还把精力留下第二场吧。当当当当，现在立马开启第二场。嗯，好的，我一会儿看一下。依然是一个八级的玩家，看一下这张手牌的话，可以给吸收一点时间缓冲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巨人给刷出来，同时也可以解掉对方。看样子这个时间有点不够了，人刃还是有发挥了。啊，烧烧炸，丢丢人家的血。那这边喜欢我的小伙伴可以加一下我的部落，同时也可以加一下我QQ群哦。挑选了城底一个女武神。在巨人靠近河道的时候，来先放火枪手，可以有些这个伤害。哎，这边对他的防御塔打只剩下200多的血量，非常棒。牛武神，这边一个残血的火枪手加上。啊，胖子先是一波进攻。啊，我的这个手电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下两下，哎，非常棒，拿下一座防御塔。对啊，我是个技术主播呀，嘿嘿嘿嘿。小鱼草一刀一个。啊，建议把对方的小兵清掉，直接把他推开。咱这个在他的右侧放下一个胖球，飞吧胖球，当当当，获得胜利。这边也是获得了一个皇杯啊，皇冠。谢谢运气特别好，得到一个黄金宝箱。皇室战争的奖杯叫皇杯，这叫简称，懂吗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然依然是一个八级玩家。咱这个出门城的一个巨人，哎，就是这个大骷髅，大骷髅还是要一定要把他这个吸引走，同时把后台切掉。哈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好痛！那好，我这个炸到一点都不化。
感觉这人快承受不住伤害了，稍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撞一下。哎，非常棒啊，这个九级的小黄毛级别好高、哦、前期两条圣水，我五级的一个我五级的女武神完全是夯不住啊，还好有这个防御塔在旁边支撑着他。哪有，我是如此可爱的人好吗？嘿嘿，顺利行走，这样可以直接一个换球。和那些外面的妖艳贱货一点都不一样啊！对，顺利拿下一座防御塔。这可以用女武神去切对方后排，然后这小皮卡这边刚那个，巨人。啊，他那个。也是最后打他一下特别讨厌。哎，这个也是这列新走，一手一个，一手一个，嘿嘿，再次新赢走，你走我就走，把那个把那个法师给忙的哟，就在河道那边两不面你做残透呀。又是一个，继续给吸引一下。现在这个进入一个加时赛，哈哈哈。啊，小皮卡真的是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表示一点也不慌。哎，他又来了，这边打算偷袭一下，撞一下啊，没有撞到。我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了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，太可惜了平局。哎，宝宝可爱，你也不喜欢吗？好难过，也感觉跟这个大皮卡有缘似的，不对，大骷髅有缘似的，怎么又是一个大骷髅？不想带那个。这叫打得到技术又卖得有点萌，你知道吗？刷一，再刷一下，哇，哎，非常棒。但是野猪被绕过来了，哎呦，对方向我放了一个冰冻，我向对方放了一个小皮卡，小号都开出天狗了，我好难过。我靠！为啥？那是现在这两条圣水，
我相信你不会呀。哎呦，又是一个大骷髅。渔翁得利了，嘿嘿，终于拿下一座防御塔。骷髅，哎呀，我的小皮卡，哎呀，小皮卡，好吧，一下就没了。哎，我这边也是没有一座防御塔。等完事儿的，再次出现大骷髅，墓碑也顺利把它两边都吸引走了，两棒。但后面有个小骷髅真是非常烦啊。一下把那些小兵都给打掉了，炸炸炸！啊，炸死了！再早一点就好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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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野猪，好吧。不过还好得到了一个防御塔。看一下要不要换一个卡。毒株啊，毒株株，毒胖。我先毒株吧。看一下啊，先直接一个猪养加上亡灵，啊，火枪手把这些小枪也打掉。来，兄弟，把它吸过来。想要正式毒株起航了。
哎，哎，哎，还差两滴血。哎，是胜利拿下这防御塔。哎，对方选择存底放下这个，大骷髅。第二选建筑。我靠，对方是有一个镜像。然后也是胜利把解掉，也非常棒。跳过去的野猪，解掉，非常棒。再次把它勾引走。哎呀，我的毒药哦！嘿嘿，好的胜利，看到没？宝宝的猪也能获得胜利。主要是我是鼠标，踢边根本用鼠标跳不了的，鼠标是点的不是很稳。哈哈，哎，对方是皇子，捡一下他的冲锋，这边也是适应了一下。啊，两败俱伤。看我的，先守住先，来打量看我的这个一个毒猪呢。对，我觉得小骷髅呀，还有这个哥布林特别厉害，总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刻，因为他们抬手特别快，抬手都是刷刷刷的。好的，打掉他，打掉他。现在开始我的毒猪，我的猪猪，打毒药，哈哈，啊，好的，依然是哥布林在前，然后一个猪猪，讲同胞手。哎，非常棒！
但依然勾引一下，哈哈哈哈，获得胜利。啊，赌注不好拿发三杯，还是换我的胖球球吧。不过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晚上赌注，还是非常好玩的。胖球球，刻意卖萌吗？这场依然是一个八九玩家。哦哟，这一堆，哦哟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痛！没了，好快！这都是一个群殴战术吗？全是一群一群的，又来！我要拿下你这防御塔！哼！哎，非常棒，装了一下。砍一下，再砍一下，哎，再砍一下，哎，不要爆，我有了，耶，三杯，给面子啊！啊，现在已经拿到这个八个皇冠了，还差两个皇冠。对方可能也是想要做任务吧，还差最后一关。有小店也是给他们争取一些时间。加油，小皮卡！砍倒他！哎，非常棒，拿下一座防御塔。现在小卡也是被吸引了一下。这么晚啊，哪有老师啊？在我圣水积满，直接一个胖球，嘿嘿，这是把他圣水勾引走。非常棒，直接打下一半的血量。撞到
再撞一下，哎，非常棒，还是炸了一下，来再来一个这球，哎，没有撞到，啊，这个房子真的是把我的巨人给包围了都，就为了不让我拿三杯吗？当当，啊，还差一杯，一杯。啊，好烦！不要学我说话。有时候会口误啦，因为巨人使用小皮卡是最好用的。然后打算这个用这个女武神去切一下后排的，结果女武神是被胖子给吸引走了。这样一个胖球，哎，撞上，哦，非常棒！啊，任务算顺利完成。好，感谢深深的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哇哦，好多小星星，感谢。小星星，现在是用一个墓碑去吸引一下。哎，一王子，啊，这一波。啊，守不住了，不过还好啊，任务算是顺利完成了。那今天的这个没任务就算顺利完成，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火枪手啊，冰冻，好吧，哎，那今天的每日任务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加下我的 QQ 群25820056，同时也可以加下我的部落发 MA 发 MA 二发 MA 三发 MA 四发 MA 五发 MA 七发 MA 八发 MA 啊蔬菜库啊这几个部落，主要还是加下我的 QQ 群吧，哈哈，然后可以跟发芽一起玩游戏哦，拜拜。